今日咧又嚟探阿 Eric， 佢话有嘢俾我睇，有好嘢俾我睇。佢话有好嘢睇，信唔信佢？原来系 Hofer 喎，好熟悉喎呢个名字。新嘢有乜唔同啊？细好多喎、啊。系啊，系啊，我以前玩嗰只 Hofer 第一代咯。嗯。啊，开嚟睇下。X1 喎、啊、叫做，但系个样真系好似喎，系嘛？嗯，样啊好似喎，细只啲嘅，细只啲喎。嗯，诶、欸，攞出嚟，打开嚟睇下。哇，系喎、啊，细只好多，但系佢会有翻晒嗰啲功能，有晒，会跟住跟随。咁、啊、有乜好有乜新嘢？手掌去飞啫，手掌去飞，试下。好，连咗手机先。你的手机，你的什么手机？你的手机呢？哦，哦，它一向是很稳定的，这只东西。我以前那只就大一点啦，大一点啦，以前。它跟着你了。它为什么会跟我呢？照计不会啊。佢見認唔到我？呢個圓屏，呢個圓屏啫。我知道我知道，其實同以往一樣啫嘛。以前開著佢就認到我個樣，佢就跟住我行啊嘛。但佢而家冇認我樣啊。佢而家呢個模式係圓屏，跟住咧跟你就另外一個，跟住飛遠又一個。好，我哋而家繞又一個。我哋而家玩跟搶。呢度一定係只係做咗圓屏，因為哦 ，OK， 功能都一樣嘅啫，不過係細咗，係咪？係啦。哦，幾個人啦都，但係啲電咧？啲電都可以玩十分鐘，十分鐘一樣，同舊款一樣，細好多。即係如果帶去旅行呢、這個，哇，正好多啦。OK， 啲朋友仔可能唔知道第一代點樣，第一代咁大隻嘅，呢、這個就呢一款，呢一款陪我走遍天下啦，都已經、即係四圍去過啊，東京去過，愛沙尼亞去過。啊，蒙古去過，韓國去過，度度都去過噶啦，呢款陪我。但系而家又真系细咗好多喎，你睇，大家睇下，细咗咁多。跟随啊！我连咗佢先。我记得我以前嗰个就啊几年冇玩啦，以前我就一揿佢就跟住我样去边跟住去边啊！我最近都有啊，踩单车都有用过佢啊。玩呢个啦。啊，呢个就细只好多咯，细只好多咯。咁啊，佢都出过 Hover Two 啊。呢个 Hover Two 太大只啦。開都太大隻嗬，呢只啱法例嘛。但係佢點解會隻翼向上彎嘅咧？彎咧，佢要將個力頂啫，咁樣就好啲。啊，佢依個彎彎地喎嚇，睇下佢點樣功能有咩唔同。哇！依只細細地個嘢，絕對係啱啱玩嘛，你啱法例啊嘛，250g之下。係啊，跟你咁樣。而家佢跟佢樣，啊跟住佢行，上，阿遠唔得，你行翻埋啊，都幾穩定，唔得喎，哎行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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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係得啦，係。呢只真系够细，跟住吓，冇玩。佢系咪认？一定系认你个样噶？认我啲个样啫。Eric 啊，呢位今日分享咁多啦，我系卡洛斯。喜欢我影片嘅，请订阅、加赞同分享出去。拜拜。拜拜。